今天来到了冈山秀太，这一只类似刚出，然后我们里面还有一只杰捞啦。哆隆哆隆哆隆，我们这边有两只五星宝可梦，一只是雷雷子，一只是杰拉奥拉。我们左边那一台有马夏多，哦，一大早这么早，然后大家都在这边了。我们现在这边有一二三四五五个人在排队而已，然后左边有三个人在排队，还不错啦。所以排队的环境人数没有到很多。起机道具，没有精灵球，哦，就是你，杰拉奥拉。我们屏住呼吸，最右边那一颗没有，刚好我们可以选下蓝蟾蜍来对付这一只杰拉奥拉。哇，我今天没带卡片，没关系，终于遭遇到我们的杰拉奥拉了，打了这么多天，284%，太好了，是卡，是你，就是杰拉奥拉，帅气。压水宝宝，不错不错。如果有班吉拉斯的话更好，刚好可以重现那个。派出你的宝可梦，是按下按钮绝食。今天忘记带我们的卡片来，不然我应该是会拿出我们的库拉多，但是没要解。黑洞吞噬，按照540伤害提升。来了，今天我们的第一场，开了将近快十几分钟而已啊，蛮舒服的，很快就倒了。只推一颗，顶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还是五星，没有。电极怪、电极兽、电极魔兽。我们三只五星哦，刚在后面看，有一只地牙卢卡，还有一只杰拉奥拉。然后还有一只什么？雷雷斯。现在每一集都要来一个立刻捕获，太刺激了。第二回合，小小草。第三回合，藤藤蛇。哎，都是小草。前面不重要，可以。这是第二只青藤蛇了。第四回合。哦。有没有？没有。哎，君子蛇进化嘞！第三张青藤蛇，第四张君主蛇。哎呦，我们的第六回合了哦！哦，有机会！哎，冰岩怪第七回合了哦！哦，有没有？没有。哎，夜一步第八回合。哎呀，又是你，紧张，屏住呼吸，没了，丢到水里。那出大草好像都不太会草喷，这个应该要洗一段时间了。好了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换我们的小弥陀安接替我上场。来，我们立刻捕获后的第一场，由我们的小弥陀安安来的宝可梦是冰一步，哇！捕获了一只我最喜欢的冰一步啊，来的会是哦，出现了雷雷石杰拉奥拉，第一步，哎，刚好可以双龙冲锋，拜托麻烦两只一直捕获下来，加油啊！喂，喂，这个雷雷石狮是敏捷点满哦，超强的，一秒没有，心神折力攻击球，雷雷石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叮，要中了，要中了。双重冲锋机会！救命！对啊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冰冻牙跟夜翼步啊，夜刃哦，他是用夜刃哎，他这一只三星是用飞叶快刀哎，给多大姐！
我们的第六场宝可梦，宝可梦搞嘞，杰拉奥拉大图，雷雷斯大图。两只都很像，但我觉得会出雷雷斯。看起来就没有，选错了，应该选杰拉奥拉。可以，我们派我们的双重冲锋，刚刚抓到的叶刃跟冰冻牙的。Pokemon Go 里面有一个非常难的条件，有一个任务，要升42等的时候，要进化所有伊布啊，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么难的。叶刃，哎呀，马马虎虎，这伤害。那他可能是因为没磕到了，没办法。而且那一只是全宝可梦最强的防御宝可梦雷雷斯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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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蹭蹭蹭，推一颗，超级球，左边雷雷斯一个，两个，哇哇哇。我们前面的双五星，左边蒂亚卢卡，右边杰拉奥罗，超级球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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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左边蒂亚，右边杰拉。我们的第七场也是排了一轮了，现场人数呢越来越多了，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，已经排了一轮又一轮了，日复一日，宝可梦币来到3570。杰拉奥拉，蒂亚卢卡，等你一支闪电拳，超帅，太帅了这一招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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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，两个，三。来个强大宝可梦的气息吧，好像都没什么强大宝可梦的气息耶，有吧？该来了吧？我们的第八场了，不小心就变成持久战了。对，我们的雷雷石先生，我帮你直接按下去好了，不要酝酿太久。哇！雷雷斯，雷雷斯，救急异兽，给毒大战！哇！我们一路这样子捕获了不同的五星宝可梦，我们的铁头，还有岩石暴击，岩石暴击是新的岩石的攻击力哦，这是新的招式哦。那我们等一下来用用看的，这只防御力也是超强的，317哦，号称是全宝可梦里面防御最高的雷雷斯，宝可梦的能量4740，我们小迷途 QQ 的第一只五星宝可梦，可以刚好可以来使用一下，然后对方又是火系，可以磕到。哎，雷雷斯之前也是用铁头吗？糟糕了，雷雷斯上一只是用什么招式我也忘记了，应该是铁头了。新的雷雷斯的W招式啊，铁头。对对对对，之前是用铁头。这一只拿来打妖精系还不错。然后另外一些岩石暴击，好像还不错用哎，感觉可以拿出来用。最喜欢的比克提尼斯精灵球，交换，强大宝可梦的气息。谁那边有没有比克提尼啊？没有，对，应该不太会带他出来。哎呦，波尔凯尼恩！哎，你看，要给你抓就是。加油，安安，加油！把他抓下来。来，我们安安的最喜欢的比克提尼，一次出两只给他捕获，超级球，
比克提尼。我们吃个饭回来之后呢，拢无人啊。闪电！好了，我们这边呢三张卡片了，那都不是闪电鸟，是什么呢？是山神鸟，有机动鸟、火焰鸟，还有闪电鸟。那我们这三张呢，就是要在我们这一个1月1号元旦那一天，我们会把这三只送出去给大家。另外还有之前的大地神力基格尔德紫卡，也是我们 Rush 四战的新宝可梦。所以我们呢，那1月1号应该会把所有这礼拜抽奖的宝可梦全部抽出来给大家。记得我们1月1号的那一部非常简单的影片呢，里面会有一点抽奖的成分，那就在里面公布我们得奖的名单。那记得回来看我们的影片的。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各位收看，我是米洛格威，拜拜。